覺得公開大學咧係提供咗一種好好嘅全人教育嘅機會嘅。除咗我哋可以學到書本上嘅知識之外，公開大學仲提供咗好好嘅一個實習嘅機會。我當時咧係喺畢業後參加咗我哋母校公開大學同埋呢個香港政府咧以及內地企業家協會一齊合辦嘅大學畢業生內地實習計劃嘅。咁當時咧，我就好有幸咧，就入咗越秀地產工作嘅嚇。咁實習咗半年之後咧，咁就非常感謝公司俾咗一個機會我同公司簽約。我哋嘅工作範疇咧，要有成個房地產開發嘅呢條鏈條啊，全鏈地去講嘅，由房地產攞地去到開發、銷售完畢、交樓。我哋公司都會參與嘅，我哋點樣去比較立體地去宣傳？假設一個人出門口，佢會見到啲咩呢？可能一早睇到份報紙，揸車聽到電台，出到街見到有個戶外牌。我哋要透過呢啲立體嘅宣傳，去初步去向市場咧植入我哋項目嘅一啲信息。回想翻大學當時咧，對我最有用嘅學科咧，首先第一咧就係呢個中國嘅市場學。是幫我建立到一個對內地整體一個宏觀的情況的整體的了解的嚇。當時喺學校學到一些策略類啊、市場類的一啲學科咧，對我幫助都會比較大嘅。譬如嗰個 SWOT analysis， 即係 SWOT 嗰個分析咁樣。要先學做事，必先學做人。喺工作職場上邊咧，都以一個比較謙虛嘅心態，以一個學習心啦、責任心啦，去同大家相處。咁樣就會事半功倍了。